时此刻，我们正从北京机场飞到了四川成都机场，马上即将要坐5个小时的车去往康定新桥镇。剧组非常热心，细心的给我们准备了这个红景天人参胶囊，所以希望我们这一趟旅程顺利，高原反应状况稍微小一点，也很期待这次的旅程。最高的海拔到了康定是多高呀？将近有4000吧，最高的地方应该。是对你感觉到高反了？基本上高反是要你睡一觉起来才会有。对对对，还能高兴一个晚上。那今天晚上吃点好的。那今天晚上吃点好的，后面几天可能就平躺享了。别人来加油站加油，我们来加油站加油。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唱了一段。每次拍戏为了要骑马，然后呢，我就去练。那个马知道我害怕，他就甩我，他越甩我越害怕。所以我再加上后来有那个其他演员就骑马，那个马也是很逗，他在草原上，然后这么一低头，那个人直接从他身上翻下去，脑袋冲地，然后这磨了很大一块皮，然后我就更害怕骑马，所以我就恶性循环了。那边好漂亮，有雪。哇，是雪吗？是雪的。海拔高，境界更高。如果头晕目胀，没有什么想法，那就是忘我的境界。你境界高了。这就是一种信仰，是这个藏族的一种信仰。有的车上还系上丝带那种，也是一种信仰。哇，那边云好漂亮。没想起来南京有的，真的。真的，一路的茶话会。这样高反可能会小一点。高反会有什么症状？就是你的感觉的眼球的速度会放慢，然后脑子感觉不是特别的清醒，有一点微微的犯困的感觉，有没有吗？那这不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吗？就咱俩有是吧？你俩都没有是吗？喉头有点紧。他头没有感受，他喉头也不感受。你不是新冠了吗？踩的应该就是山顶了，可以有反应，好着啊，你白来了。对，这么说来都来了。哇，这外面好晒，你看这阳光。是紫外线比较强。哇、哦，这你们没有什么反应，是不是跟我们坐的车没有什么活动量有关？有关系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走路的话，可能就已经超了。对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保持平静。别人说那个不要大声的说话，不要做举动。好的，现在开始。今天就不要说话了。我救命的时候不要吓到我，有什么我下山了。我今天心情很平静，今天状态很好，就吃了那个高原安，没有特别头疼的感觉，我还挺意外的。现在我们这个高度已经有三千六百多了，我之前在3300我就有高反，看来这个药物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心情也起到了一定作用。现在看哪家店都感觉蛮好吃的。现在最想吃什么？想吃菌菇火锅，什么牛肝菌啊、肉菌啊、鸡啊。他那个汤特别好，特别好喝。你再不辣，再下去。我们还有多久？40多分钟。睡一觉吧。睡一觉吧。哎，牛肉啥你们要喝吗？这个你们吃吗？炒菜要喝。可以了。小韩，你把我车上那半管那个氧气帮我拿来吧。我去啊！上下火线，我这吸着氧我就要吃。大碗喝粗茶。干一杯。瞬间我这高反都好了。我就因为在云南吃完了，所以觉得特别馋这个菌，不要吃饭了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
太冷了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我给你展示一下吧。阿青。我杀青了，我没有想到，我以为杀青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在康定带着大家旅游一下，再多吃点好吃的。没想到我先倒下了。上次来就是因为吃了一顿特别饱的火锅，然后紧接着我就高反了。没有来及在康定这边游玩，很遗憾。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吧。好，下次见。好。很美好，这种高反的感受很美好，但是我胃还是有点不舒服的。请问你在干嘛呢？我在买拍摄的东西了，我主要准备干活呢，我活还没干，我先落枕了，我这样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